24K 镀金贴上面。欧洲名车擦到全身金色，根本就不是新鲜事，金光闪闪好浮夸，但是车主就是想引人注意。就算不是全车变金色都可以好抢眼的。最近深度讲这一部 Alpha Harbor 是少见的 C Package 版，原厂霸气大包围之外，最特别是车行将几件部件拆落嚟，专程运去新加坡，以 24K 镀金处理，车头一大块鬼面罩变成金色，衬落黑色车身度，特别闪闪亮。C Package 独有全黑皮笼，几个位都有 24K 镀金，好似波棍框、测时制、门柄同喇叭外圈等 ，OK 靓噶。而 Alpha 一贯嘅豪华设备当然唔少得。中排两张 Ottoman 大班椅，坐同瞓都咁舒服。不过我就鍾意驾驶感多啲啦。事关前后两组电摩打，另 2.4 公升引擎，表现贴近 3.5 型号，悭油好力之余，仲好静添啊！官方油耗1公升油，行到 16.8 公里，即是每公升大约1蚊度啦。估唔到7人车可以咁悭油啊！